赛系第三嘅喎，然后面嗰扎咧就再逢之江喺任内啊，再跟住好快彩嘅啦，转转入进嚟嘅时候咧，高力威啲步咧已经开始系缩紧嘅啦，咁啊正好推入去官网啊，买完外档眼镜视障已经系过咗嘅啦，已经系带咗头啦，兴宝呢个时候上到嚟第二位嘅喎，但系呢个球亦都系好短好窄嘅一推落去咧，冇乜劲势啊，眼镜视障。眼鏡視障嚟呢啲嘅嘅時候咧，就力度較為強少少啦，但係啲皮咧亦都係好窄嘅，後面嘅馬渣啊嘛，嚟到呢個位置嘅時候，眼鏡視障啊冇錯啦，佢就贏翻長頭馬先，好唔好啊？第二位、第三邊只啦，後上嗰只風雲金剛嚟嘅。呢只興捧嘅垃圾嚟嘅啫，你睇其實佢想跌想跌咁嘅啫嘛。呢只馬捧到咁熱，佢似乎過分啦。睇佢做乜次第一次入圍，你楊哥。喂，呢場又熟裝無大將，夾硬要揀佢咁解嘅啫。但係可以揀佢，但係唔係話熱到咁熱啊嘛。咁呢個抵唔過啦，咁啊兩倍就咁啊執執咁樣啦。咁啊冷嗰只咧就贏咗出嚟。佢係低嘅馬嚟嘅。第一名咧就九號馬咧，眼鏡視。